妹妹很忙，你还是可以来看我吗？她现在傲娇嘞。哦，我以为昨晚晚上要啊，你没有想要来见我啊，没想到你还特地来啊。时间并不会自己空出来，而是有需要才做出来的，好深奥。如果是位居上位的人，就更加如此。哦，大小姐在这方面也和会长英文一样的，学业、武术、兴趣、社团，全部都掌握得很完美啊。哼，这是应该的，不应该值得夸耀吧？运用更多时间在创造上面，而并非只是单纯的完成。哦，超严苛。我看到了列车跑还有死把好的性能，爷爷会后悔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妈妈，你真的觉得那样好吗？呵呵，不告诉你嘞。不告诉你嘞。你看，你会问出这样的问题，想必也很明白了吧？这也是时代的必然啊。那是，就算我们不做，也有可能别人会做出来啊。别去猜别人怎么想，首先弄清楚自己的想法吧。如果你是真的想要从这个家里独立的话，我就是要独立啊，我被黎恩给娶走了啊！在讲。不过，季仲夏桀之后又受到你们的帮助啦，我差一点就要和宰相在同一个地方被召回女神的身边了。不，怎么会呢？平安无事真是太好啦，通商会议也真的辛苦喽。说实在的，那边一点都不顺利啊，和宰相一起完全被共和国的大总统给摆了一道，虽然他也又被克洛斯贝尔的市长给摆了一道，因为最后变独立了。克洛斯贝尔宣称独立为国家，老实说一点都不现实啊，太夸张。只要帝国和共和国继续不承认独立的话，但是目前在克洛斯贝尔为了确立独立的意愿，计划举办居民的投票，因此稍微会有些引起纷争的可能性。毕竟如果全体的人都觉得我们应该独立，那你们不承认其实就很不漂亮。对啊，这种投票是不应，对于他们而言是觉得宁可不要有这个投票，就不要发生，那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见调查，那他们就可以继续不承认。对啊，以两大国的立场来看，想要避免庞大的税收消失啊，从自治州征来的税收也有将近一半流向地方，所以贵族派也不会反对吧？对啊，这一定全员的想法。喂，米利亚姆也是啊，说得太坦白了。哈哈，你就是米利亚姆吗？我听说了很多你的传言呢，传说中的银币我也想要见识一次。哦，是无所谓哦，要造出来吗？那么小。哎。妈的，这里还是收敛点吧。噗噗，好可爱。别说什么噗噗啊，每次都做些不得了的事情的。真是的，你也该注意，别做出冒失的发言了。噗噗，王子太可爱了。那么这位是，难道是范德尔加的？哦，你们从奈特哈那边听说了吧？这种穆拉，我不会念错。哇塞，他感觉变得更帅气、更年轻了，因为以前都只有头像，现在是一个人了，太特别了。之前荒子他们是不是受了你们不少照顾，让我再次向你们道谢吧。不敢担任。人与范德尔家的人之面，我非常光荣。光之剑将的女儿和八叶一刀流的使用者，同样身为以剑为志向的人，能够这样见面，我很高兴。还有，你是叔父推荐的年轻人啊，阿尼基。是的，那个塞克斯阁下帮了我很多的忙啊，也就是夏侯惇。没什么，我听说在诺的叔父也受到你的照顾。除此之外，还聚集了这么多可靠的成员。呵呵，皇子的想法似乎也并非全是不好的。跟我说的一样吧。不只是第七班，军官学院上下似乎也都很热闹。即使如此，现在应该和学生们在泳池进行半裸的交流，加深彼此的感情才对啊。什么东西？对啊，我也这样觉得很棒啊。那么想流汗的话，跑马拉松到帝都也无所谓哦。只要全力奔跑两个小时的话，应该是勉强能抵达的距离。喂，对不起，我得用什么？对不起。我真的 sorry。
感觉很有默契，这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呢？太有趣了，我靠！爱心，爸爸，贝贝，爱心，哥哥，哥哥，最后不抱抱我吗？跟大家说拜拜啦，那么就再见啦，愿我们很快就能够再次相会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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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哦，又过了两天。星期六，理事会三天后因为决定继续举办特别实习，我们第七班的注意力终于放在下个月的选举，但是月底的时间被占用，表示我们准备时间会减少，加上人数又少，难以提出讨论，就是这个的点子。然后呢马上就要到周末了，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，最适合玩耍的日子。明天的自由活动日最好有意义的度过哦，虽然下星期三有实战测验在等着。呼，别说这种泼冷水的话，哈哈，还是老样子。然后下个周末就是特别实习啊，和计划一样，虽然似乎有点变化，但差距应该不会太大，就实战测验之后就会发表，你们好好期待吧。还真是会卖关子呢，每次都这样。好期待哦，下次会去哪里？对啊，你们差不多也该决定下个月的活动主题咯。因为就算是一年级的义务，所以你们什么都不做的话，我会叫你们展览特别实习的报告哦。那也太无趣了吧？那还真是令人却步啊！老师，时间结束，班长敬礼吧。是的，巧克力沙拉，拜拜。要展览实习的报告，应该是开玩笑的吧？从现在下个星期开始，一定要决定个活动主题啊！是啊，星期三还有实战测验，周末又有特别实习，这样的话，明天就一定要想想看有什么点子了。也许调查一下其他班级和有意愿的人推出的活动比较好吧。要是内容重复了，对彼此都不好。那么大家就一起分头收集情报吧。还有这个人数可以举办的活动，毕竟其他班级人数都是我们一倍以上啊，应该都会考量比较大型的企划吧。哼，人多并不一定就好，一定有这个人数才适合的活动才对，有吗？完全想不到。这部分就当做所有人的课题吧。嘿嘿，好像又变得热闹了，大家都会年轻，好好加油吧。为什么要事不关己？因为他整个事不关己啊。军官学院下服标准服装不是已经取得过了吗？哦，多了一件，因为那个，他们两个有衣服了。现在没办法穿，因为他们还不在队上。哇，学长这样还是很帅啊！学长各种帅气。对啊，女生制服都很可爱。啊，那我们开始今天的NPC 探索啦！你说一定是女仆餐厅，除了那个，其他都是邪门歪道是怎样？这说的还蛮中肯的、啊，还巧克力硬的。刚一直有些人在问，然后就是怎么还没开始正式开始？毕竟一开始是剧情啊，现在才是我们可以操控的正式开始，对不对，艾伦？对。对啊，所以那就不离不弃。你很机车快点！你很机车，这样大家才有正式开始的感觉。你是我的小啊小苹果，我讲。OK， 太酷了！既然是全季，想必也要卖吃的单位吧？我在喜欢边逛边吃了，呵呵，从现在开始就期待了。对啊，我们就可以烤肉啊，这个人数也可以烤啊。我们可以烤牛小排。刚才我想到一个不错的活动主题耶，什么样的主题？使用实弹来打靶。虽然美中不足之处是奖品会被打烂，喂，安静刚后，一般客人也会来参加，危险的活动也不太适合吧？去，所以还是要像我说的啊，
如果打靶不行的话，目前我一点主意都没有了，还真是麻烦的。拜托想个比较不危险的提案啊，小飞。你看女仆咖啡厅有没有？一般客人也会喜欢。再配上比武大会，我们男性各种的坚强，有没有？这样子，内行人也会想要跟我们来比试一番啊。全季的活动主题还经常想的，就我个人而言，办个展览会好像也不坏。嗯，好像不少文化系的社团都打算办展览哦。可能的话，让大家热闹一下的活动也比较好吧。这么说也是，还是得找出一个让大家觉得有搞头的活动主题啊。那我们来想看看吧。诺德没有举办这类祭典的习惯，看来要花上不少时间想。果然还是像我说的最好啊。哟，礼物很棒，谢谢。小苹果唱的比艾伦好听多了，谢谢谢谢。不可惜不可惜，其实我没有在夸你。你看看我们两个，一个在太阳底下，一个在阴暗之处，好像相隔很远，但其实我们的心是完全紧紧的相连啊，对吧，老婆？哎呀，理事会那天，妈妈还真是一点都没变，她是学院的理事啊，总觉得现在才有真正这样的感觉呢。毕竟之前他是突然口头对你说这件事情吗？你们谈了些什么吗？算是有吧，虽然被他戳中了好多的痛处。亚丽莎，对不起，别太过在意。总之现在得先解决眼前的这件事，想办法决定一下学院季要办什么活动吧。毕竟如果因此被笑说连这都决定不了，还敢说这么独立，未免太让人生气了。说的也是呢，亚丽莎，你看如果是办女仆咖啡厅多棒啊。想象亚丽莎对你说：“主人安安，要吃点什么？”主人安安是这样，我不知道，我没去过，应该是差不多吧。主人安安，你要吃什么？是欢迎回来之类的吧？哦，是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人家客人进来，但是安安主人回来啊？为什么是回来？好吧，你不懂。但是安安呢？不专业。之前我看见艾伦。正朝着社团走去，干我屁事啊！什么社团、泥巴轮社？我觉得他的脸好像有点改变，变得更丑了。想必是为了变强而叛命的练习吧？叛命？叛命呢？我们三班好像要摆一个挺有趣的摊位，他们说要是让敏特做事，一定会弄坏什么东西的，所以当天请你什么都别做。这也太过分了吧？能帮得上忙，我当然也想啊。敏特好可怜哦，哼，反正我得忙别的事情，而且离学院季还有一段时间嘛，摊位的事情就先交给班上大家啦。别的事情是指什么样啊？我有点好奇哎。对啊，还要忙什么？别做事啊，敏特。牙累牙累牙累呀。其他社团的活动主题好像都已经决定了，难道说整个学院只有我们落后吗？得快点决定才行啊。你看，哦，小弟很想找演奏会是吗？女仆咖啡厅，然后前面还有小提琴的伴奏，多棒啊！哦，社长的手好了，之前受伤的手腕终于痊愈了，现在也能像以前一样拉小提琴了。要果然没有拉琴，整个人都会静不下来呢。社长，社长。明天要不别，你要干嘛？小孩子不要玩火啊！不要玩火。你什么时候加入烹饪社的？就最近呢、啊，因为我想说，在这里应该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好吃的东西，光是吃是不行的吧？哈哈，我也有好好的在做菜哦。不过之前让炉子炸掉了就是哦。不要玩火。知道很乖，住手啊！没想到做菜也挺好玩的，要弄碎食材，只要叫小云帮忙就行了。不对吧？他弄碎的不只是食材啊，连整个房子都弄碎啊！厨房下次就炸掉。对啊，不行那样啊！整个都弄碎了。明天想他们重学，那个要小心处理哦。轻轻的，温柔的，别把花花弄破。我知道。啪！不要紧吗？莉莉亚姆同学对烹饪有兴趣固然很好，但好像都把老师的建议当耳边风。我非常担心了。
因为他做菜就是好玩的。呵呵，新同学米莉亚。